过年要到了，再加上一波一波的寒流，让各地便衣会客的存量又尤其警报。中华关心世纪同济会伫咧新的一年开始就举办“捐血有你，爱不止息”爱心关怀活动，吸引真济乡亲来做爱心，共同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。旧历过年就要来了，佮加上寒流影响，让各地关怀中心关怀人数嘛，因为天气的转变来变少。影响之下，各大病院的会客嘛，求其警报。所以中华关心世纪同济会伫个新年一开始，就来举办爱心关怀活动。现场除了关怀以外，还佮有义诊佮现场写毛笔送春联，予大家提早感受到春节欢乐的气氛。今天是我们新世纪同济会哦，每年度的捐血活动哦，我们一年都有两次的捐血活动。为着咱迄个大家台湾社会健康啊祥和的风气哦，办一下捐血活动吼，会当促进咱社会健康祥和安尼。我已经办对二十年啊，我一年拢办两遍。虽然天气真寒，但是心是真温暖的。也因为有大家无私的付出，让这项关怀活动会当持续来举办。在这寒冷的冬天当中，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爱心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